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阿拉巴马，蓝天呢，无云，这是一个像英国那种气象，有欧洲那种感觉。 Sweet Home， 它这个每个州都有一个标语口号啊， No Pets， 没有宠物。这是20号公路，繁忙，大家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做短暂的休息。这是个白色的一个斜叉，两个叉，一个叉，红叉，放在这里。花开放了，漂亮的花，多么漂亮的花，多么漂亮的花朵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这里面还是非常凉快的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这是张向东在美国阿拉巴马给您带来的报道，阿拉巴马。